红的，喝太多了。这男喝了脸是白的。他们这种，他们我感觉就是像那种，就个体户老板，就是钱都是用橡皮筋绑的。有点像我昨天晚上跟我觉得好像喝的我本来就是个体户嘛，对吧？钱是用橡皮筋绑的。本来就是个体户嘛。你看一下，他们是钱是用橡皮筋绑的。之前都是散钞啊，没有在五十的呢。说如果喜欢喝就水果味比较重的红酒的话，他让我一边喝酒一边吃水果。对，吃点果汁。真好啊！就是因为酒好，所以吃好地方。吃了好的餐馆都有，这么大地方好的餐馆都有。哪里没有啊？你去吃了呀都。小龙坎。小龙坎也有吧？对不对？这边有关门了，真的还有关门，就是生意不太好。吃一顿的话，吃好一点可能要一两百块钱了。那也是小龙坎啊，对不对？那可以跟你说，我吃个小龙坎的。小龙坎好，你要不要喝？这很甜的、啊。这个酒甜啊。嗯，很甜，非常甜，跟糖浆一样。但是算了，这个酒度数很高，我刚看一下，16度多。是吧？嗯。看看。Just let me know. Okay. Sorry about that. 这个18.5。18.5度啊。喝完了？这个阿姨在。Yeah.
三幺幺，跟那个第一瓶那个叫的康康康，康龙万有那个。好了，他们前面说什么？觉得喝了这个六七瓶酒以后，六七种酒以后呢，有点这个腾云驾雾的感觉，非常好。所以你说不能开吧？我说你不能开车吧？开飞机可以啊，腾云驾雾，开飞机可以，开车呢，那就成了马路杀手了。我不能开，我现在脸上太阳又晒过了今天。那我应该第一个是喝酒。买的是哪一种？他们洗手间在哪？洗手间啊，在那里，我带你去。也没啥爱好，就弄些破车，然后想得不得了，然后哇蹭点皮，心疼半年半，上厕所是吧？对。